哦，大家好。我是本土台湾人，但是有一点感到惭愧的台湾话比中国话较标准，所以最近呢才开始用台湾话讲义啊，若讲无啥好说，这发音那个噪音要大家搞原谅一下。要入去本题之前我想要问大家，咱这里底有啥物人从事农业？要交出一下哦，多谢。有啥物人从事畜牧业、跳木的？无吼。我要讲的内底呐，有一点冒犯的话请原谅一下我今仔日要讲的是这个咱台湾农业的问题，跟咱应该行的方向。那台湾的农业看起来真发达，但是内底包含真多问题。比如讲这个动植物的本土种的、在来种的，一直无去，这有啥物严重的问题？这我以后会慢慢啊，一个提出来讲。这里农业的农药的乱用啦，安尼我差不多我要在读大学的时阵，二十几岁时，迄阵就开始用真正农药，迄阵是咱农民拢唔知影讲迄农药的厉害安尼在喷农药的时阵，风头农药喷来身体拢无感觉到讲危险啊，啥物啊，嘛照样在喷。农药问题渐渐出现，上个严重迄个就是伫个越战的时阵，越南战争的时阵，迄美军要因为迄个越南全部都是迄个原始森林，所以迄个越共伊做一个游击队啦。拢藏在这个森林里头所以美军要来轰炸看无，伊就干脆用迄个枯草剂压，对空中就压个遐个树叶拢打起来，所以越共无所在通啊藏身，但是迄个农药以后引起真济问题，尤其是人诶生出来拢畸胎。还有为那个双身体接触后的婴儿，为什么？现在越南想这，即马还是无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是一直生一路囡仔出来。咱台湾呢，啥物？你看鸡鸭肉，你甲看，然后医生会看板咯，你要看洗肾。俺都是肝癌，这种台湾啊呢，是世界有名前面的，很经济拢对这个农药来，咱在食迄个咱的蔬菜，咱的水果，等于同时咱在食这农药啦，这个小功能第二问题。其实，咱台湾袂使讲有这个土地可以做小工的啦，不应该这是咱爱检讨的。加这个农业废弃物，现在越南农产物很多随便人是这无路用啦，遐家己其实这个时代唔是会当做安尼，咱袂使干呐看台湾你看那台湾拢好不善交烽火，
唔免惊讲误着，啊，可以随便。这时代唔是安尼啊，这点一个一个，我以后有机会会讲。但是今仔日我要讲的就是，提出这个台湾的特上个秀，这两个问题，哦，来甲大家做个参详。但是啊，我想要听各位的意见。啊，我这个题目就是一个反对现行的法定家族传染病预防法。啊，我先啊特别提这个宫崎县，日本的宫崎县这里来讲，就是因为日本跟咱真近，啊，这个发生的是最近的问题。咱台湾1997年发生第一届。在几十年来的第一次，大家都会记得吗？口蹄疫，哦，啊，大家想讲口蹄疫就是家畜最可怕的疾病，不是。其实口蹄疫不是很可怕的疾病，比那更加可怕的有，哦。但是这是因为这个国际上就是这个大家的。遵守这个法律，所以一旦发生，啊，就来啊，都爱按照这个方法来控制这个疾病。啊，这个疾病的问题是对，我赶快讲。啊，我即马是哦，我退休以前是伫日本大学在教这个。属于传染病啊！啊，以前我是哦赖比瑞啊，共和国吼，是西非啊，那传染病最多的一个地方。迄个政府请我去做这个主任指挥官吼，去负责家畜发展计划，国家家畜发展计划。啊，我现在是，我只哎呀做这的活动就是了。我这么关心，干那只亚洲呢？什么欧洲、美国，我这么拢无趣味，已经是哦到处跑了哈。我这么注重这亚洲啊。你想嘛咧？因为咱有联合国，但是联合国里头有很多，比如说非洲有非洲统一机构哦，阿拉伯世界有阿拉伯联盟。啊，迄个东南亚啊 ，ASEAN， 每一个区每一个区都有一个它的组织，这还是这表示讲，咱大概注重咱亚洲的问题，哦，还是亚洲啊，亚洲里头，跟咱相近的就是日本，因的问题也咱的问题，咱的问题也是伊的问题，所以我希望讲，咱将来。农业问题拢在个日本做诶，但是啊，日本是互咱做歹样呢。咱别有当时啊，咱别使，啥物都讲哦，日本好啊，都要甲学，唔对哦。咱爱怎样？咱的问题，咱应该往哪里走？哦，啊，希望日本对咱行。嗯，这里。咱讲到这个脱散的问题吼，咱自1997年发生的口蹄疫疫情，日本、台湾、韩国这三个国家吼，脱散品的卫生同等，哦，因为咩啊，咱会当自由退出去，因为咩啊会当自由入来吼，不过咱。要提起日本的时阵，拢在去飞机场还是港口呀？吼，去学迄个检疫局，哦，啊，瞪一个眼，啊，也无甲你检查啦，干那安尼形式上甲你瞪一个眼，讲我检查过啊。啊，去日本的时，你伫海关好看，你就无条件的会进入，哦。啊，但是你若无迄张检查吼，也还是甲你没收啊。但是新加坡个就去年发生一个。
咱的特产品的卫生都得降低啊！啊，就像日本，你要提疫苗，他不让你拿进去，哦。啊，所以咱若去日本的是总是指挥员去丢掉，我听在报上无，讲你若提肉品，一定伫海关提出来检查。哦，其实呢，你若提去检查，几乎都是没收啦。但是好像只有一个厂商，是屏东的一个厂商，伊的制品好像日本政府可以接受，不过一定要检查，一定要台湾有一个证明，哦。所以现在台湾的特产品不可以不能走出国际，都是问题一家，只有这个疾病问题卡一家。啊，这课题，咱来讲一下，我大家介绍吼，甲大家介绍课题是啥物东西啦吼。哦，伊这是一个 Foot and Mouth Disease， 简称叫做 FMD 吼。伊就是疾病的症状出现是在口腔啦，啊个体。但是这个体哦，伊这是专门攻击偶蹄动物，偶蹄动物就是迄个。那个脚吼，有开车，两个马无开车啦，伊是只单体动物。啊，开车就是牛、猪、羊、山猪啦吼，鹿啊之类。啊，甚至迄个河马也可以感染的哦。啊，这个跟咱接触较侪就是大部分是这个动物啦。啊，伊病原体就是病毒，病毒就是。咱有人知影讲有细菌吼，啊有知影霉菌吼，啊这个病毒是比这个细菌更加细，细个偌细你知无？但是啊，你像这里在爱放大几万倍，啊是十几万倍，你才会当看伊的形状出来，遐尼细哦。啊，咱知影讲哦，这个地球上有一种微生物叫做病毒。第一个发现的就是啥物，就是这个口蹄疫这个病毒，口蹄疫，哦，不是人的疾病，是动物的疾病，这样。啊，伊口直接吼病变就像这个大家讲的这黏膜、口腔黏膜吼，啊，甲脚底一只去咯，啊，就是伊这个吼感染力可以说是最强的一种。强盖强的，一下子就感染，那空气一吹来，马上都感染去了。啊，但是也有死亡率并不高，死亡率并不高。哦，啊是什么款的动物？什么款的家畜在死呢？就是迄个老的跟幼的。哦，那伊这主要病变在口腔，所以这个幼畜啊，这零受零啊，这个幼畜。口腔烂掉嘛，所以别当受灵啊，所以才饿死。啊，这个老动物呢，伊即马脚吼软去吼，袂惊路啦，啊，就围着底下，哦，啊，就脚弱个，伊就饿死啊呢。其实哦，你个黑哩吼，正常的动物也可以恢复，所以并不是很可怕的。可怕的动物好多啊，动物疾病吼，啊，即嘛吼，国际上即嘛管理这个口蹄疫，伊即嘛甲你分做吼三种，一种叫做吼清净国跟污染国，但是清净国伊个甲你分做两种，哦，分做这个。非接种清净国个接种清净国，这接种的意思就是吼打疫苗的意思啦，接种疫苗啦。哦，啊，你个讲哦，外国家哦没有口蹄疫，它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你不打疫苗哦，但是没发生这个疾病；另外一种就是你打疫苗，所以没有发生疾病。
这情况无啥共，哦，啊，那你若无打疫苗，可能疾病都发现了，所以这个程度不一样。啊，一种就是污染国，就是像非洲一样，大集中在发生了，西昌在发生，啊，啊，很多都是的慢性化了。啊，这里一旦这个传染病吼慢性化的时阵哦，这是真头疼的代志。你看无？他未发讲发生讲标准的症状出来，所以你看无？但是伊安尼慢慢啦、慢慢啦，一直传、一直传的啊。啊，这里上面人在跟你分工，你是清净果，你是。非接种清净国，你是接种清净国，你是污染国，就是国际上有一个组织叫做国际兽医事务局，伊在总部伫巴黎啦，吼、哦，伊即摆呢，那派人拢像亚洲的事务局，伊是伫日本，啊，伫日本在甲你监视在亚洲的迄落，伊有情报，吼、哦，马上拢传到这里。巴黎这个奔波去，啊，咱台湾呐，我刚刚才讲，啊，这个吼，所谓的非接种清净国，大概像几种哦，畜产立国啦，也就是那个吼，咱大概怎样，靠的畜产来收国库收入。这个差不多，咱大概上个知名就是讲，纽西兰、澳洲，哦，啊个畜产大国，哦，美国，哦，美国是足强的，伊唔是靠这个畜牧业立国呢，但是伊是大国，而且他有政治力，哦，即马有咧狂牛病的问题对吧？伊嘛是要叫你在迄落，你冒险，你得接受。日本就是安尼啦，日本嘛是一直买美国的牛，但是日本来靠美国经济所在吼，所以立场加强啦吼，啊，大家谈了好久，哦，也爱买，唔愿买，啊，不来讲条件，什么条件？伊讲你若买好输入日本的牛吼，大家拢爱。检查讲狂牛病负零哦，讲无这个感染着啊，但是美国好啦，阮一批一批来都甲你检查一项啦，一只两只呢啦吼，验抽查啦。啊，日本无多，伊即马好，进来日本咯，即马日本政府逐只爱把拢爱拢检查。这是向伊个国民保证，因为政府对国民的健康有责任嘛，所以就是讲好，那我们家己国家来做，啊检查个吼，谁去花费很多呢？所以最近日本好像要开始要改变政策。哦，因为可能伊检查个吼，几乎都是零，都没有问题。哈，为什么没有问题？还是本地较少？因为这个狂牛病，伊身体要产生一种个咧异种蛋白啦，迄唔是微生物，是一种个咧变质的蛋白。哦，你提爱。连续哈，一直加落去，啊，伊个集体个身体到某一种程度的时阵，伊就发病了。哦，啊，但是伊即马在输入来个牛哦，拢真年轻啦，哦，当娃能当安尼咯，所以迄个要发生疾病之前，都已经掠去台啊，所以你检查就是说检查袂出来啦，哦，所以。日本检查，讲，这都不需要啊呢，
哦，所以呀、啊，一批一批一百一啊，抽样检查，大概是从今年可能会改变这个政策。啊，这里、个、吼、哦，像那这个国家都爱保持讲无接种，但是拢未发生这传染病。这维持这个身份哦，是不简单的哦。以前台湾是安那，它会当维持个非接种清净，因为迄阵是咱的威权时代，你根本无迄个走私的可能性，是吧？啊，即摆呢，唔是啦。即摆是安尼，走私，咱的讲袂使。对于外国提这个肉类入来，但是咱的国民较无像日本安尼修法哦，还是会偷偷的拿一些肉品回来的。尤其在咱隔壁国，遐是传染病的宝库嘞，这家是传染病的宝库，什么疾病都有。但是表面上讲无啊，阮拢无。但是阮知影，阮做专业的知影，多得很啊。啊，咱1997年发生的都是对下来啦，咱太自由了，啊，自由个，什么代志拢敢做，嗯，而且危害咱台湾本土，到今嘛还是一样。啊，但是哦，唔是这个畜产立国，也不是畜产大国日本，是安尼在亚洲来的，跟他一单单为非接种清净国，那是不容易代志呢。整个亚洲都是污染的，啊，跟他一直哦，拢无接种，所以那因足紧张的，因为日本。他有这种牛叫做和牛，这大家都知影。哎，和牛的肉吼，和牛就是和就是，以前已经叫做倭国吼，倭人也祸音呐，噪音去叫做和变成和，啊和代表日本，啊这里牛日本的这里。牛的肉吼，牛肉，摕去美国吼，比美国的上好的肉吼，十倍计上。所以日本当然有利益咧，所以他伊的肉要摕去外国，好嘅人嘅国，你都要保持你国家的身份，非接种清净。啊，本来咱1997年以前都是安尼嘛，都是安尼。啊，但是吼、哦，韩国因为甲日本发生这口蹄疫的时阵，韩国嘛就会发生。韩国先发生，啊，日本都发生，还是日本发生，啊，韩国都发生。但是主要是从韩国走进日本。当个考察是安尼啊，迄个日本对韩国哦，要征集迄个稻草，稻啊，迄个曝大个稻啊草吼，伊来做家畜个，迄个铺床用的啦。后但是我买食迄个大草，哦，因为迄个买啦，即个食草动物吼，伊个就爱一寡迄个纤维。来发酵，啊，细菌一直发酵个，伊都会死，啊，细菌的蛋白，啊，细菌就是种蛋也是一样，都蛋白质，啊，伊在那分解，伊都去吸收伊个蛋白，哦，所以一定要解决打草，啊，这打草入来，是说将口蹄疫病毒带进来，啊，就发生了。但是韩国吼、哦、发生以后，甲日本做伙发生，但是日本一党外尔，
迄、那个达多埃欧阿姨，伊先进讲日本清净，但是韩国呢，跟咱台湾一样，无办法。伊若停止打疫苗，马上就发生。所以去年他们也是改变政策，说我们不需要非接种清净国身份，我们来做这个接种清净国。所以他们也是跟台湾一样开始接种疫苗，本来是应该这样的，但是我感觉就无啥欢喜的，就是吼，你应该自动，我一定要接种来保护咱的家属，啊，才对啦，要自动啦。啊，咱即摆毋是呢，咱即摆是方便个无多啦。你本来要恢复这个清净，但是你停止这个打疫苗，哇，啊就发生了。现在要在发生呢，咱现在打疫苗，我们是接种了，哦，但是要不是变成清净，啊，咱这国内都没在报道了，但是日本这几家有一个组织叫做交流协会，家都在收集这个情报，啊，报给等于日本，啊，日本也都报道出来。伊当然无甲你公开报道啦，在政府内部资料都是讲，什么时阵对一个所在发生传染病，拢知影。好，啊，再说你讲这个为什么哦？要区别这个理由，就是这啦。伊就是讲，哦，当然你若污染国家的物啊，你摕去。没有抵抗力的国家，没有打疫苗的国家，你当然你传染病的病毒会带进那个国家。啊，你打疫苗的国家没有发生这个传染病，不能说是你这个国家没这个病。你无发生，就是因为你打疫苗，所以你可能将这个有污染的肉，也摕入去没有抵抗力的国家。所以一旦你若讲国家呐接种疫苗，你的肉都肉品、畜产品拢袂使带出去。所以他都在讲非接种清净国。一把在上提出的理由都是这样，但是这里有一个陷阱，你保持这个非接种清净哦，这几乎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以发达国家，也是的，也是做到，因为呢，结果会变成安那，变成独占。在亚洲，有什么国家会当甲日本竞争？无啊！以前台湾、韩国有，但现在没有了，跟那日本唯我独尊啊！啊，这里吼，我就讲，要维持这个非接种清净国的身份咯，我困难呀！我记一个例啊，1960年代的早期。嘿，几个的中南美洲发生第一个传染病，伊叫做非洲低温啦。哦，咱台湾话以前有低温，哦，日本也低温，韩国个低温。啊，尾日本呢，伊决心讲我要低温要甲。除灭掉，啊，日本做到，啊，咱台湾、韩国当然没有做到了，哦。啊，这里在中南美洲发生的非洲低温，哦，开始在传啦，已经嘛传了，从南美传中美，啊，上去
都是北美啊。北美是什么国家？美国加加拿大嘛。这两个清净非接种清净国，所以美国政府着急啊，叫这个东南美洲的遐个国家吼，你赶紧给我清除掉。哦，伊就是要求遐个国家吼，根据迄个加速传染病防御法，法定加速传染病防御法来抵这个病。啊，但是遐个中南美国家吼，唔是好药国，咱拢知影。所以一个放掉了，伊讲我们没有钱做这个事情了，啊，放掉了。啊，所以一直上来，一直传染到个，特别是北美的时候，北美洲的时阵，美国政府讲好，我替你做，啊，怎么咧？对美国派这个专家团来做防治工作，东西杀掉的家畜吼，美国政府替赔农民，啊，如果在将个清净，中南美洲真个，迄个盖病毒传入了。但是这个中南美洲的宗主国是啥物人？主要是西班牙，敢那迄个巴西是葡萄牙吼，人知影。啊，这里是。是这个欧洲的这个葡萄牙跟西班牙这两个国家也不是非接种清净国，它也是接种清净国。是怎样呢？因为西班牙跟非洲有密切关系，啊，非洲的传染病入去这个西班牙、葡萄牙，啊，因为伊是宗旧的宗主国。所以，为这个中南美洲，你看中南美洲迄人都就是西班牙、葡萄牙人嘛，都背着足许咯，足很频繁的。所以以前啊，家里污染的东西经过飞机吼，大家食饱了，有食剩的，伊即马给丢在飞机场的迄个垃圾桶里啊。啊，即马伊就遐个农民就拿去喂因的猪啊、家畜，哎，啊就传染了。所以他们也是非接种不行，所以要做保持一个非接种清净国，不是像你简单的代志。你虽然有技术，哦，啊你无迄技术你无活用，所以你只头很痛，啊，那头大，哦，所以这里吼。非接种清净国所背负的风险，就是吼，伊就是安尼啦。为了这个国际贸易，伊就别再接种，一不接种就变成无防备状态啊，所以暴露于传染病的侵袭，随时都可以进来。所以日本呢，也花很多心思在这个空港，在海港。哦，这个就是这个也宿命，但是安尼，但是伊个好处就是得到的好处就是，他可以从事国际贸易。啊，即摆咱谈谈隔壁国个吼，咱日本、韩国个各地个疫情吼，那台湾就是安尼啦，大家拢差不多知影啦。在1997年以后，已经十五档啊呢，即摆进入16档啊，但是咱。做不到，好像两年前，我才听说，那的农委会改变方针，就说我们接种，伊安那哩走啊，伊这么好，本来大家拢爱接种，一生出来个，我话过你就爱接种，哦，我这里小动物我抵抗力啊，有足。啊，这情况无发生啊！那想讲好，那来停止接种疫苗，
因为伊想讲，咱台湾应该无这个病毒啦。咱呢拔针，拔针的意思就是不接种。这关哪里啊？哎，不外久发生了啦。哎，表示讲，这個、病毒藏在台湾里头，所以我都如果开始去接种。这种个一段时期，即嘛咱改变的方法，即嘛吼安怎做呢？比如说这即来对一个低调来讲吼，啊无调低调吼，啊你有分几啊个吼？比如说来分来对有十个迄个分甲分个吼，啊里头一个一格你差不多吼，比如说。七十只，哦，啊，十只里头，一只差不多一两只无接种，啊，其他都接种，哎，你若传染病来入来，侵入来，无接种的一定发病嘛，哦，你一当两当，啊，若无发病，你就会说差不多咱无啊啦，啊，只全体才可以再拔针。啊，结果还是发生了，这证明咱不是讲农委会没有努力哦，很努力在做，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讲个歹势了吼，迄个咱的一些公务员哦，不是很认真啦，无做该做。咱日本，咱知影日本的这个民族性咧，真守法咧。国家政府给你规定安尼，达肯安尼照常做，一定要按照那个做。哦，诶，荣誉心，职业荣誉心很强。嗯，所以最后，咱就想讲啊，卖啦，咱卖健康课要保持这个清净，对吧？啊，其实你就是咱的第一吼。差不多日本的50%的猪肉消费从台湾来，台湾来供应的。啊，为了这个猪肉的贸易哦，台湾一时我记得一只猪吼，也超过了2000万只。啊，所以发生什么？发生污染，土壤的污染，水脉。地下水脉的污染，哦，啊，你那个饲料，哦，你也没有处理，所以到处都是污染，空气污染，你了，那个臭味，所以住民都反映这个政府，我们要取缔什么的，很多问题，所以说啊，干脆我们不要做这个，不要赚这一笔猪贸易的钱。他们家改变方针，就现在接种，所以台湾的畜产品现在走不出国际的哦。啊，日本呢，以及2000年来哈，等于你刚发生冷盖，啊，冷盖发生直接宫崎县，直接九州，哦，啊，九州一个韩国很近，所以他们的往来非常密切。我们家韩国也发生伊无敢报告，哦，啊，日本都相信了，伊就一直买伊遐物啊出进来，伊买就来哦发生了，嗯，这个第一届是规模较细，第二届也是真，哇，哦，好像一个发生国难。迄阵时，我学生弄迄咯，弄也未毕业，哦，我伫遐在教咧社会传染病学。我无毕业，但是因个就业拢定啊。嗯，兽医个就业率喏100%啦，哦，啊，迄个薪水拢真悬咧。迄阵时吼，我差不多十几档啊。
哦，因受益大学一毕业去就诊咯，薪水拢差不多21万啦，21万一票，哦，啊，每两当每一当拢两届的 bonus， 也就是福利啦，哦，啊，福利拢有拢两三个月，差不多三个月四个月有啦，所以非常好。但是安尼一毕业人就去混入去，即即个迄落公司先一个小县里头，拢投入一点。啊，韩国大家讲安尼吼，伊最后还是放弃的咧，会这种情景。所以亚洲这里较重要，这三个国家里头，即马干那日本保持这个清净的身份。啊，即马本地这点哦，大家看个详细的吼，上较重要就是这家。你若根据迄个法规，我反对的那个法规，你得爱发，你也爱做啊哪里啥，爱措施。就是吼，直接发生的时阵，直接开始半径10公里，咱了10公里吼，就开始收一座入去吼采血。第一，你得看外观啦，看是有烂掉，有底下骨底下站不起来无吼，在临床检查啦，然后抽血检查有没有抗体。哎，这个检查是非常敏锐的哟。哦，啊，这里范围内，你就是袂使移动，暂时都不能动，袂使，伊意思就袂使提水别啦，哦，停在这。啊，再找找安尼检查，哦，啊，你这里吼，比如说你这里对有一万只的猪啊，哦，你验血就一头有阳性哦，啊，要不要发症状要不要出来呢？只要血液有抗体检查出来，你这一般家拢都会杀掉。啊，这里本来是这里半径10公里的范围哦，起码来不及。你想看嘛？你讲讲抬100只牛，啊，要100只你要甲抬，你要抬到底。一只牛你要甲抬看看。啊！你一万只牛要安那抬啊！啊！你土地对对来啊！所以啊，应该要抬的牛哦，拢摆在底下啦。啊！这中间传染病一直传出去。啊！有的哈，拢耐过就是发病，但是你才能好起，因为你身体产生抗体，啊，再把你保护，你再恢复。但是迄个骨已经恢复啊，你嘛在抬，哦，啊，这里滴滴蛋的中间，伊即马一直传，这10公里的范围来啊，伊就较紧嘞。过伫这里10公里的所在哦，过延扩张10公里，这里较大的范围，哦，啊，这新的这范围哦，就大家拢在爱做疫苗，伊这。第一个10公里的所在，伊在治的时阵，在清净的时阵哦，和迄个外围的吼，在另外10公里的大范围里头的，加速较紧哦，和产生抗体。所以从这里第一个10公里造出来的时阵，伊家拢已经有抗体啦，所以传染病没办法再扩散出去，哦。啊，这么好。即嘛，10公里第一10公里内底，你拢抬了啊！抬了以后变哪样？即嘛，这里大范围吼，剩下迄个10公里、10公里到20公里的中间咧，已经接种过的家畜，你回头来还是要全部杀掉，你才会当成功，费用。
非这种情景。你这十公里外围的这十公里哦，你那些动物因为有一部发病，你讲啊，那就免抬，安尼你就算作接种清净了。猎吧还是就是不能出去了，对吧？啊，这个一过程哦 ，OIE 的官员底下在给你看，看你安那做。啊，你政府相信讲哦，我已经做清净了，你就是去报告 OIE。派人来检查，伊即卖各种数据看呐、啊、吼，看那你做的这个方法，看有没有对不对啊？啊，这个好，伊才正式给你判定讲你是非这种情形，安尼，嗯，就是这样吼、哦。所以，即卖人就讲菩萨。杀处分，他做到鱼油啊哈，做了呢马上倒了哟，一接种呢，倒了足紧的，啊，我是用电啦，这个哩咯哈，所以这些做这个代志的时阵哦，所以上面人在做，兽医师在做啦，啊，兽医师写呢，心肝来在哭了。我是一个治动物的病，保护他们的生命、啊、结果我像那毒妇一样一直抬一直抬、哦、这些相应的自尊心作用、嗯哦、像这些杀处分的意思就是、哦、药物毒杀电力击杀、哦啊、料家用烧的或者埋去现在烧一两家，你用烧也杀你啦。你几十家、几百家、几家是真的，你无法都用烧的啦。嗯，啊，台湾1997年那一次也是一样。嗯，也拢用，最后拢用埋去的吼。所以这个过程就是迄个呼天叫地啦，你真正惨贱的代志哦。啊，这个动物来的，你安尼个做，我是感觉就足不合理啊！啊，你个讲不合理，人不啥了解，好，那叫咱人的病，一记哩无 SARS 这个病，你讲这个防疫法，你个应用在这个是。你看安尼个看法咧，哦，你讲国家为着这个要保持 SARS 的非接种清净国，你国民袂使打疫苗，哦，结果 SARS 呢侵入的时阵，哦，你了十公里，人拢袂使动，你也袂使出去去买菜，也袂使去做生意，拢袂使，大家拢限在底下，哦，啊，即马就给你迄落啦，给你检查啦，哦。你的家族有一个检查有阳性，糟糕，你都要杀掉啦！啊，就呢，也就是安尼，他就讲那个十公里外，佮另外一个十公里啊，哦，伊即马在接种疫苗，哦，哎，虽然拢无发病，但是你得杀。记得我记得是哦，发生在杀死的时阵，国府里去顶有一辆，尾仔检查我杀死，啊，结果刚一飞机飞临机的人走一队，哦，伊一直追查，啊，结果呢，杀死的骚动，安怎？全世界在所记录的有记录到的，感染到的。差不多9000外个人尔，啊死个才800几个人尔，安尼全世界安尼骚动骚动安尼咯。看，很不一样了吼，动物甲人的生命是无共。
所以咱知影讲，现行的家畜传染病防疫法，做事非常不合理的。啊，这个就是哦，上界悲哀就是一只啦。这宫崎胜，即马哦，日本的好个和牛，日本个好种哦，一弄登录，每一家拢弄有迄个好名，啊，种血统拢保底个，有血统书哦。啊，这宫崎胜有。可以说是跨，可以说是融，可以安尼电啦，向世界电咧，有七家的公牛，公咧吼，公牛做证咧。伊在发生的时阵哦，唔是一个第一个十公里或者十公里范内无嘢来，伊在咧较紧去咯，迄个馆长。得到这个农林部的吼农业部的许可，咱呢移到别的县去。啊，当然底下都肯注疫苗了。啊，伊无发病。啊，这些整个吼十公里范围、二十公里范围弄底料吼，最后去直接将别个抬下了。迄馆长跳出来，好，底下来。在报纸里底吼，互相安尼咯，念着讲，我着念着安尼咯。啊，根本无法度。你即阵也无提示吼，日本都不能作为非接种清净，所以最后，迄只只还是拿去杀掉了。这个给日本的国民咯，真大的冲击。啊，日本做安尼，你可以讲伊清净了吗？啊，其实吼、哦、有漏洞啦。哦，漏洞在哪里？哦，你若讲一定要口蹄那个双蹄动物都要杀的话，也野生鹿啊，野生鹿也就是双蹄的，你侵入这个野生动物世界，你嘛唔知。但是有一只吼，一只野生的鹿啊吼，死一个一个地下，一旁边呐，可能伊有啥子啊呢，弄会出来偷食吼，那偷食遐个遐饲料啦啥物，啊结果发现有一只鹿啊死掉，所以这咱一个暗示讲野生。动物界也可能要传进去，只是你不晓得而已，对吧？啊，你来讲安尼吼，这是发生一个观念。啊，你来讲发生这像台湾呢，死啊，遐就传染，全台湾拢传染着。啊，你日本呢，全日本传染起的时阵，啊，你都。你也别讲清净，非接种清净的话，全日本的牛啦、猪啦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矛盾的所在了吼。啊，这吼，咱就讲清净侵入来吼，真严重，严重一对，损失一对，啊，这一挂例子一家吼。在英国节2001年。不行了，啊，他也是要恢复非接种清净国的，伊即马吼，伊要抬了差不多650万加1000万只牛加猪啦，啊，伊数字经济损失85亿镑，以当时的汇率就是7000亿台币啊。台湾呢，1997年。杀了将近400万只的猪啊，哎，损失600亿。这个是数据，这是学术界的数据啦。
但是我讲哦，迄、那个公开的数字是69亿美金啦，而且将近你这几个汇率对吧？将近2000亿台币哦。像这个7000亿的话，这个可以做一些国家的国家预算呢，小国家的国家预算。啊，攻击线呢，它就是差不多400亿，嗯，啊，这个航空呢，它是500亿呢，伊话台造在300万架的落地呢，这你花这么多的损失，哦，啊，你把它变作非接种清净了，啊，我跟你们。你会当保证讲疾病不再进来吗？当然会进来嘛，因为一波接种嘛，随时都会进来啊。啊，那进来你是不是不被个抬？啊，即嘛要开始想的就是这部分啦。哦，啊，伊个理由，像安尼，这是一个例啦吼。伊也含本来是。健康的肉品就差不多了啦，也贸易收入了啦。啊，那加上这个也皮毛，也皮毛最主要的输入国是台湾啦。哦，啊，你加起来差不多了啦。哦，哎，怎么讲？为着这个贸易哈，啊，你贸这个哈，已经加上5年的迄啰，已经加上5年，后续的就是哦，你怎么？全部都清净了，但是你要恢复到以前正常的这个贸易状态哦，差不多需要5年了。啊，这5年就是你收入较少了，哦，啊，迄个少一部分你给它加起来就差不多安尼了。嗯，啊，就是讲为了这个迄个哈，你不去在贸易安尼哈。啊！你甘愿冒犯这个损失1000亿单位的这一种，值得吗？我的问题就是这啦。尤其吼，这个部分哦，是无得用钱换的。嗯，那就被一种出。那个国家登陆的一个系统哦，唔是遐简单个呢，遐时间啊，个外侪人伫遐呢出心力吼、哦，研究安尼改良，哦，这种无价的之宝啦。所以吼、哦，咱即马在认识时代，是因为啥物时代？这个 WTO 的时代，也就是人来来往往，物的来来往往，那么频繁，这自然而然啊，将那的门槛啊降低了。这意思就是很容易，什么东西都很容易进来，哦。啊，这么呢，加上这个恐怖主义。恐怖分子到处横行，现在你看还在美国发生那种问题。你看美国看多严的控，在监视这里，已经人家的 CIA 啦、FBI 哈，都有给你点去做计划的弄有，都该监视哦。但是仍然会发生爆发哦暗杀这个行为。啊，这个吼、哦，微生物制剂即卖做一个武器啦。哦，你会记得无？1972年是吧？对吧？差不多1972是吧？嗯，发生石油危机。要归档前了，
迄个是大家才发现到讲，能源石油可以做战略武器。你阿拉伯，你看，他马上组织一个组织，他以后这输出的控制，不随便买，哇，全世界拢跳起来了。啊，都听阿拉伯的话啊，你计较随着一定啊，你嘛在爱买。哦，这是一个战略武器。啊，即嘛变个即嘛，粮食也变作战略武器。比如说，日本，一从美国、加拿大、澳洲这些国家哈，买这个大豆、玉米，哦，还有那个大麦，这种饲料谷物，做饲料的谷物，日本差不多输出3000万吨啦。麦当哦，啊，即嘛，那讲美国，好、哦，你日本你不要听我的话，好，我再鼓励我不卖给你，或者是价格给你涨了两倍，啊，看别人啦，伊若无买你，你会出产一当就全部溃灭。台湾嘛是呢，台湾即卖也伫靠这个美国型的饲料，伫维持这个咱的畜牧。这意思是讲，咱台湾、日本也畜产的生命是由外国人给咱控制掉的了，因为咱已经被放进这个饲料哦，粮食战略武器的里头。啊，即摆呢，我即摆来讲要抵美国吼，真简单呢。为什么自己？这一节呢，2001年。我有去一个西藏拉萨吼去参加一个亚洲牦牛会议啦，牦牛就是犁牛的意思吼。啊，伊就是粮农组织，世界粮农组织 FAO 一个亚洲代表，他是澳洲出生的，伊也参加，所以我甲特别甲问啦，啊，讲即马这个恐怖主义时代吼。假如我是一个恐怖主义，我恨透你澳洲，我若要给你抵死，我得一个微生物制剂，那是玻璃瓶，小小的玻璃瓶，我呢摕入去不能摘啊，啊，我要怎样给你压落去哦？看你要安怎？伊讲丢了，我就是即马为着这哦，政府就头壳就疼啦。啊，我你有啥物方法得做？你看，现在只能做点哦，比如说这个整个是澳洲哦，它以前比如说分市区，哦，啊，基本上发现几家哈，一家都全体做这个防疫工作，要做清净这个疾病。因为现在不是了，现在基本上哈，哎，分来作死了，一旦发生，马上要怎么做哈？不会机会讲好去走去跑出这个范围，但是这个还是不保证啦。我去美国跟亚洲的美国也是这样发病，他一点都没有抵抗力的，哦，所以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啊，你像日本呢，你看这样中国人看多少这个日本人，啊，中国的他现在人家派什么人又给你入去给你压压的，哇！今仔日是这个关怀心，明天是那个关怀心。啊，你创国就变啦，真系无出出散你啊！啊，你若有打疫苗的话呢，你就不怕了。他碰到微生物病毒，他不发病啊。不发病的意思就是病毒在这个牛的、猪的
体内不会繁殖，所以不会跑出去，一直停在那个地方。跟他无打疫苗的人，加续可能会发病，但是发病也并不多。你若要杀你就杀不要紧，而且你个血哩，伊就死，或者是耐过。所以咱这个就是日本的这个苦闷的地方哈。所以咱这个咱纳税，因为这个消费就是咱纳税者的钱呢，咱纳税呢，不使有政府乱开，所以咱消费者，咱的纳税者要盯住，整个不使乱做，这是咱一般人的哦能够做到的啦。当然呢，点点这种是在政府做一个不正确的，那那个政府讲来看时代是什么样的哦。所以这个，你若讲继续用这个现行法的话哈，这是咱即马可以借鉴日本啦，都是安尼啦。哦，这几个海关哦，弄，这时常在战备状态。伊即马呐，几百、三百人附近，都是这海关遐个人，啊。啊，你即马有迄个职业荣誉心、敬业精神发达的话，他给就是讲绝对不要发生这个事情，所以拢战战兢兢安尼。啊，这个，所以这么好，亚洲干那日本啊呢？啊，日本偏偏做亚洲的头，啊，日本的意向几乎都影响其他国家，哦，日本讲我要保持非接种清净，啊，这么。很多人都想讲，啊，那是世界的法律规定啦，无法度，咱无法度通啊改。但是，我的意思讲，袂使安尼啦。咱已经看过，看呢不合理的事情，就这样嘛。你这样几百，你都搁抬一届，啊，搁几百搁抬，你别抬我久，啊，你绝对没办法说永远不发生啦。啊，即马台湾吼，我即马真重视这点，因为咱大家可能无啥知啊，咱台湾的吼，山羊产业、山羊啊，这个产业吼，亚洲第一，大家会感到惊奇吧？日本是落后我们唔知几十档了。是安怎呢？咱台湾的山药即马吼做到吼，无会臭咸啦。迄羊肉有味，大家拢讲啊，迄臭咸。其实羊肉有味吼两种啦，一种就是伊本来的味，本来的肉味就是风味。哦，你牛有牛的味嘛，猪有猪的味。哦，啊，那你若无这个味吼，你毋知食啥物事。真无好食吼！啊，即摆咱无爱就是迄个咸啦，咸，有当个地沟咸，我咧真大家拢无爱吼。啊，迄个老猪，迄猪某你老的，你甲睇起是毛，一种迄个咸滴咧，唔是原来个风味，风味甲这个膻味，咱大家分开吼。啊，即摆台湾做个。因为阿伯的膻味，有迄个风味，啊，咱的羚羊啊，羚羊啊，这个食青羚这个吼，咱唔知捌听讲羊妈妈，哦，伊拢在配这个山羊羚，这部分咱世界第一，咱差不多羚羊有差不多
全台湾差不多有22万只啦，哦，啊，法国有100万只，啊，为什么咱比法国较发达？咱发达的都是食青奶、鲜奶的一部分，法国的羊奶，它主要是做乳酪、做 cheese。啊，为什么呢？cheese 羊的 cheese 哦，比牛奶的 cheese 贵啊倍，你知道？啊，这些欧洲、欧美拢真，因为啉那个红酒哈，红葡萄酒，这是很普通的事情。那就让以前拢啉这个小型酒一样。啊，你啉这个红酒越高级，你都要用这羊仔奶做的起司，这才配合，才够格的。你最高级的红酒，你若吃迄个零五的起司吼，红酒，吃好的红酒一定要配奶羊的起司。啊，咱很可惜，我有在希望咱叫做迦南。奶羊、乳羊产销或这所了哈，要叫一个是不是？你可以做这个机子啊？还讲台湾无市场，唔对，我即马一直催，开始屏东，迄个屏东迄个嘉许试验所。恒春分所也开始在做羊奶的起司，哦，伊这附带价值一定很高嘛，知道？啊，即马咱台湾有真济咧外国人做生意的，哦，他们食中国餐哦，已经，但是啊，你讲停在台湾一礼拜，你逐日食这个。中华料理一定吃个腻的啦，啊！你讲给他一直啉红酒的时阵，啊，给他们吃这个羊奶酱起司的话，哇，他们真高兴嘞，啊，日本哦，日本十几当前一个水户市政府，也市政府跟日本大学合作开发一个羊奶酱的起司，我生意足好个。在东京的那个外国的大使馆的人都塞车去那里买的，啊，他们买不够，为什么不够呢？因为日本哦，冬季没有羊乳，所以在做乳酪的工厂哦，都开店休业了，没人让他做。啊，在台湾呢，台湾的羊奶技师做到全年有奶，所以日本，我带我日本的特产的教授团来，啊，因为想讲啊，台湾差不多跟日本相共啦，我去家己这个迦南去看的时阵，看一个咧，大家的冲击好大，人讲面色拢无去啦，哇，日本。落后台湾至少20年，应该你讲的啊！啊，这拢世界各国的出产量在调查，在看，但因看到啊，台湾是亚洲第一，奶羊方面的话，鲜奶是世界第一。啊，但是这种哦，若讲这个美国来要给咱点哦。起码是美国的是咱的朋友啦，但就一讲，伊若讲要甲伊点哦，啊，我无爱卖你，你一当你当拢倒啦，所以我即马得要求咱台湾大学的迄个教授，一定要开发咱台湾或者是亚洲型的迄种的饲料。用咱台湾的农产品来做饲料，台湾的农产副产物
废弃物做咱台湾的。啊，这个台湾会使用的饲料，一定其他国家会当用。因为安那，你知无？咱大家感谢老天爷啊！伊予咱台湾大太阳，占丰肥雨水，占肥沃的这个土壤，啊，咱就有占发达的农业。为什么你不能用你的农产物来开发你的饲料？啊，是啊，叫遐农地啊呢？安放会在那个地方，一定会有这款的。所以，咱若讲真正爱咱本土台湾，一定爱，这土地袂使互放会，哦，一定要开发咱家己的饲料。咱若开发出来，我相信日本会甲咱买。其他国家也跟他买，因为咱的农业条件比日本较好。好，而且咧，他在讲品种不能互换，就是安尼。咱台湾真好的羊啊品种，啊，但是日本要爱，他没办法输入，因为咱是接种污染，接种清净。也相当于灰色的污染，所以无办法把咱提入去。啊，真可笑的代志就是哦，你知影哦，台湾的这样样啊，产业真发达哦，伊在组团，啊，就来参观。但是一寡所在吼，伊想我若转去来台湾的这个。参观，啊！咧唔知影将这个病毒怎咧带回日本了？啊！底下发生的时阵，我们责任不晓得怎么交代啦。所以来也唔敢去看呢，干那去教室咧听这人家发表安尼尔。哎，唔去现场看，叫意思啊。啊，就是这为着这个讲要打破这个吼。这里什么墙啦，把咱隔离的哦，要打破。人家组织一个亚洲三洋自由会，即嘛开始渐渐迄个参加国家在增加啊，所以哦。今天讲这就是主要的目的，就是这样。那医学、兽医学、医学啊，兽医学、人医学，大家拢想讲这无无共，其实都是一样，也可以说是人医学建立在兽医学的基础上面，干那独独无共的，就是。临床上面，临床哦，人是也对象是人，医生的对象是人，啊，兽医师的对象都是动物，医学生学生是在做实习，比如说生理实验，伊拿人来做实验吗？伊嘛是拿动物的实验，这药啊要开发，这是不是会使用在人？伊嘛大家先做动物实验，所以很多这两个都是一样的。你讲爱抽血做检查吼，什么些的检查肝机能啦、肾机能，这方法拢一样哦。啊，所以。人在追求这个预防医学，兽医学是在追求预防医学啊，一样的。但是，哦，
预防医学的，它的目的就在这里，也就是预防胃病。你若不按呢做，疾病一定会来。然后我们要讲一个手段，不要让它来。这个手段就是开发疫苗，使用疫苗。啊，这嘛投入了，有好的疫苗，但是不用，那这很不合理的事情。所以那个公一定要回到医学的原点，也就是预防医学的问题。所以，以这就是这类领域里头哦，刚才这里讲的现行的法规，它就是阻塞了这个王道啊，踏不出去。所以，对这一种结果会产生这样的政策，我就是应该大声说 no， 不接受，要。有新的一套来配合这个新的时代，哦，你老公两蒋时代、威权时代，你不打，传染病也不进来，是吧？没有机会进来，因为你不走私嘛，你没有机会小船靠岸啊，咱嘞对要做秘密交易，尤其哦，咱台湾人。有真不好的习性，有两种，一种就是哈讨小便宜，另外一种呢就侥幸心理，这是很要不得的了。比如说，这关的敌人拢在接种，后几号讲，哎，我不接种，那唔知啦，哦，阿妈卖接种。结果进来的时候都是感染这一些啊，这一些人就是让台湾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政策上的目标。幸好咱没办法做到非接种清净的这个身份，所以才有机会回到这个接种，这就是预防医学的王道。我跟大家讲讲，但是我不是哈欢喜，理由就是，咱回到这个接种的状态哦，不是讲咱主动，才讲哦，这王道就在这里，我们怎么做？是讲咱们往这个非接种清净，你做不到，所以不得已再来做接种。这点是让我不高兴的地方。所以这里要赶快要改，要有一个新的一套出来。这个新的一套其实 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这些按照主义的我现在要提倡我们亚洲所谓的不管是接种清净或者是污染，除了日本啊，要听不听，我们暂时在那里旁边，我们家的其他的国家大家都来接种，大家都变成接种清净，你不管这个，反正我们不管这个非接种清净，你的话大家都变成家畜的畜产品的卫生程度都一样，那我们之间都可以互相来了嘛？这贸易嘛，我卖你的品种，你卖我的品种，还互相通有，那这样可能日本，我相信日本也会改的，因为我相信一部分的兽医师，尤其在大学的教授，应该对这个攻击性的口蹄疫
这个经验哦，大家拢感觉就这唔对。看来安尼呢，无谓的浪费几百万只的家畜呢，这种是自然的，荷兰的真贵重的动物蛋白质。你抬，你讲哦，我这届我抬几百万只、五百万只，不要紧，抬，以后就永远不会再有，那这还值得啦。但是你今仔日个全部台湾清净了，明天进来的时候你怎么样？你不保证这明天不进来，啊，进来你都爱去杀，看你杀我，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种啊自然的咯，生命伦理，尤其在生命伦理吼，会给人麻痹。我会记得吼，咱发生咧台湾那个课题那一次，发生一个非常坏的咧社会现象，都是吼，伊就是一届的选举。啊，我会记得，我伊就是好像当爱度假是啥物？啊，我看报纸有报道，电视也在报道。一个民进党的，应该那是地方选举啊，什么？用一个小卡车带一挂迄个小猪、乳猪啊呢，一卡车，啊去个对方的政敌双击死不休，啊将个猪仔囝安尼往安尼啃呢，啊点呢，挖地呢。我就说啊，看到这个，我在台湾玩了。这种人来去动算哦，看不了嘛。这表示台湾对这个生命伦理没有嘛，麻痹啊。啊，不会怎样好个理财，迄个落算啊，还是我们台湾的还有一些良知啊。你别再讲哦，那是动物，所以你也在随便。绝对不行！咱即摆大家拢会晓讲哦，地球村，地球村一个村哦，大家拢是村民，包括那些狗猫吼、哦。啊，但是碰到现实的时候就不是了。以前狗啊、猫啊，这种属于劳役动物，做工的啦。狗啊。过猛，鸟啊是鸟鸟气，他们是劳役动物，哦，所以伊就是怕病，啊就，不然讲要去掠去哦，兽医师看，伊就是兽医师开药的呀，无济啦，哦，啊伊就是伦理、生命伦理观念也无算发达啦，所以病，怎样活都要死嘛。啊！噶，人咱生活听到较好的时阵，起码这劳役动物变成什么？变成宠物了。宠物呢，就是可爱、较可爱啊！你会知哦，哦，还该佚佗啦，那个当作那像一个家族安尼咯。啊，就是外观上是像家族了，其实还是不是家族。哦，只是宠物，宠物就是当番的，跟你讲哦，你可爱可爱，哦，啊，一块给你吃一下呢。啊，这个时代过，病较好的时阵，变成这些狗猫变成不是宠物了，是伴侣动物，就是遐寂寞的咯，老岁啊，即马老人社会发。咱咧出来出现以后，大家拢寂寞的人聚集，所以把这感情本来在寄托自己的孙啊，啊孙啊无咧，就变成合家族，每一个家庭一个，一直是三代同堂是很平常的，所以阿公阿妈将感情可以放在孙啊，但是不，膝下没有孙，而是自然而然将这感情放进去咧。狗猫的变种伴侣动物
啊，你感情啊寄托伊时阵哦，你看你的狗啊生病，马上入去动物医院去治疗。啊，但是哦，这是社会，人的社会富裕的时候才这样做过来的。那一旦你若讲，佫开始萧条，经济萧条，大家生活程度降低的时阵，遐本来散掉的迄个人，啊，大家都佫转来转来，哦，变作三代同堂呢。那佫较歹，怎啊？有的人无，人都袂当食迄个饲饲狗啊、猫啊去，哦，都无啦吼。啊，但是这个狗猫哦，其实。这是这帮助咱的吼精神生活，他都爱讲可爱啦吼，还有感情有寄托，这种是这帮助咱的精神生活。咱的生活不是干那吃哦，吃啦吼，穿啦，还是塞车之类，这种属于这个物质生活啦。哦，啊，讲到这吼，我想要甲各位问啦。人人有真济个梦，每一个人都有好多好多的欲望。这里好多的欲望哦，以前拢讲安那，上界标准的就是讲，住洋楼，娶日本某，啊，塞美国车，哦，啊，食中华料理。啊，即马唔是啊，即马唔是娶日本某啊，唔知娶即马变成唔知是对一国嘅查某囡仔去。哦，反正有很多欲望，为人爱插花，它就是一种教养美。啊，去学弹钢琴，学跳舞，哇，社交舞，这种是咧帮助。精神生活了，喝一杯咖啡也是一样啊。其实你不喝咖啡不会死的，但是你一边不是干那啉咖啡，哎，起码我应该嘛播放啊咧，边喝啊边，呀，这种是属于精神，借物质生活得到精神生活满足了。啊，这个正解又往来对。大家想看卖咧，我已经我知影讲有两种上大的欲望，唔是大家唔知呐，哪一个欲望最大？我相信我会使个代理各位讲啦，知影但是无想着尔啦。咱只大家拢大人啦吼，第一。食欲假。第二，性欲，哦，异性的。为什么这两个最大、最重要？一样的重要啊。哦，为什么？因为这两行关系。生命啊，同样关系生命的话，那哪一个重要？我们同样的重要，只有先后而已。啊，食欲在先，性欲在后。食欲呢，就是要保存你个体的生命；性欲呢，就是要延续你的生命的后代。你若无这，就没有生命了。所以老天给我们的这两种欲望，其实是什么？生理啦。啊，大家人讲啊，食欲哦，空自供了，食色性也。哦，食的食欲嘛，色的是性欲，它是性也的，就是它是本质本能了。啊，我不对不对，食欲性欲都不是本能，它是生理
你即马食一餐嘞，腹肚饱饱啊！哦，你胃膨胀起来的时候，你会牵动一种神经，这个神经传到你一路脑进去，你才感觉到哦，我再吃下去的话，可能这你也不会感觉哦，没有饱的感觉对吧？一直吃一直吃，吃到这胃哦白皮的，你也唔知啊。它会传到让你感到哦，到此为止。啊，同时在吃以后，你淀粉类怎样一直跟变成那个糖类，啊，你血糖增加，你就感觉到饱了，而且就停止了。啊，就把消耗掉，你运动将这个血糖燃烧掉，这里胃的内容变成小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因为感到饿了，好，你就过去吃。这类循环就是维持一个人的生命，所以这是生理，不是本能啊。本能就是不学而会的行为，叫做本能，是吧？你红眼也生出来，你不敢教，但是伊要锁铃啊，啊，你铃啊，提好伊马上给你锁，你不教呀。这个行为叫做本能呢，所以能谈到食欲、行欲，不要感到难害羞，那是很当然的事情啊！啊，那不是人家人讲的，那身体为着要生存，自然而然的嘛，是吧？啊，囡仔嘛是安尼，对吧？然后长大了，一人随着年龄，哦。卵巢啦、睾丸啦，它发产生男性荷尔蒙、女性荷尔蒙，然后到了某一个人就是性征出来了，男的肌肉极强，然后长胡须、声音变，女性的话乳房大，是吧？皮下脂肪增多啊，增加腐蚀，这个吸引男性啊，这是自然的过程，是吧？只是。你要满足这两个欲望手段的问题呢，别再用非法的伤害别人的手段，啊，那这样你用什么？只要大家互相满足，啊，你买方卖方，我卖你多少，我付这个钱，这样不是用抢的，那这样的话满足我的私欲嘛，是吧？你谈恋爱，你互相满足性欲，哦，不是用强暴的方法，那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是吧？所以，既然能怎样讲食，所有欲望里头是最高的一个、最前面的一个，哦，你不多要，你还要想讲要买大银楼，要开一大汽车吗？不会嘛，你没钱就是你说金华米马货，金华西方马货，你一定是安尼嘛。所以见到哦，二次大战以后很多，我听那我们乡下的乡亲哦，你就回忆过去，一直是弄，咱台湾产生很多白米呢，但是那些米弄被日本带到他本土去。军队先用了，所以咱但是啊，那吃代食、代替食、代替食就吃些番薯啦，还是迄个什么花生啦吼，啊嘞。但是，咱还是有白米吃，但是那些乡亲们讲。哦，伊就是个，规碗拢白米一饭，安尼吼，伊讲下入去嘴内吼，好像家己有脚一样，一直往肚子里面跑，啊，拢免配菜，哎呀，就这样，这意思是，得讲哦，你人来要的时阵哦，其他的欲望没有了，啊，先吃。把自己的生命固定了，然后进一步才能够往下一代，因为你这一代有一天会走掉，
所以要后续。所以让咱讲死这么重要，好，死重要的话，那那就讲，那我们的要求就是，我希望有一个丰富的人生，啊，而且丰富的人生，它核心是什么？其实就是丰富的实生活了，假面，而是什么给你丰富的实生活？天才吗？动人爱吗？但是我的天才，我的三顿吃天才吃一礼拜，你欢喜不？可能你勉强可以吃，哦，除了讲咱做回收，你过甘愿安尼，他心里面已经有准备，所以他进去他不感到怎么样。但是咱一般的人，你的生活里底。三餐给你吃白米，三餐给你吃蔬菜，好、哦，做你吃一礼拜，你会感到我幸福吗？一定不会嘛。咱头脑会想就是想肉啦，哦，就是想着什么特产品。啊，来滴，你讲肉，我今日我第八只，哦，第一天你吃个番一个。第二天也有猪肉，第三天也有猪肉，其实你也想说，来一餐鸡肉也好，牛肉也好，都会这样想嘛，是吧？啊，只吃这肉也好，你也想说有鸡蛋，啊，就想说，啊，我来一个，啊，用牛奶做的米啊，你说青奶，用青奶。啊，从牛奶可以拿奶油，还可以拿这 cream， 这 cream 做 ice cream， 就做冰淇淋，是吧？啊，你吃红烧牛猪肉吃厌了，你再吃个炸猪排，哦，啊，牛巴马西亚呢，牛阿巴马西亚呢，迄啰，给你食生活变化，啊，我讲给你问。你的皮带是啥物？皮做的吧？你的皮鞋是啥物做？牛皮做嘛？你的包包呢？也是动物的皮做的啊，是吧？这是表示讲，咱的人生幸福的人生少不了畜产，虽然在重视畜产。啊，咱的土产会当这样发达的，都是因为有社会底的。你假使传染病一发生，你人也有法度呢。但是跟你讲，人的发生问题哦，社会晓得一点啊，因为我们晓得人类的基础就在社会学上面。现在疫苗一开发出来，大家都很方便了。自动的你打疫苗的，你就晓得结节也不会发生了，什么了，那就安稳嘛。所以我希望大家看重这个特产跟这个收益的重要性。尤其现在什么禽病啊、禽流感出来，哎，怎么家畜的疾病真的会传到人来了？这东西，今天是没有机会跟他讲了，就是从人侵入这个家动物的自然的动物界里头所引起的。差不多还有15分钟了，我想讲留这时间，大家咱来讨论一下，然后问题哈，请你提出来，咱来讨论。唔知大家，我讲这个不得不吃的台湾话，唔知听有无？
真歹势。嗯，我上一次的讲义才开始用台湾话讲，啊，讲这个中国语哦，较顺啦。这个也是我们受过这个教育哈，一直是真可怜，你知道不？我1935年我生啦，在昭和十栋，所以我是生出来是日本人啦。还就是伫个咧小学校，嘛是用教讲，袂使讲台湾话，啊讲日本话。哦，啊，阮老爸老母拢留日的啦，阮老爸医生啦吼，啊老母是学牙科，牙中途她怀孕就没有再念了，他们两个在日本念了啊，啊等下要。啊，阮个家庭生活基本拢日本式个啦，榻榻米啦吼，再是起来就是咪寿司咯、塔古昂啥伊咯，拢固定个日本式个啦。啊，我嘛改姓名呢，嗯，啊，这不，我其实，突然变成中华民国的国民啦吼，啊，即摆含这个，当然日本话袂使讲，啊，台湾话也袂使讲来讲中国语。啊，伊就是唔知影，啊，生啦个迄落，啊，嘛是伊就讲中国语咯。啊，是我去留学日本以后，我1962年1月出国了，啊，也可以说是还在外国流浪啦。哦，但是即马较老啊吼，还是会落叶归根，啊，还要相亲比较好一点啦。俺家我伫日本是伫个大学伫教册吼，啊，所以学生拢我拢用日本话讲伊个吼，啊，第个等下台湾人请我去就是做演讲，我以为用中国语可以做演讲呢，啊，其实唔是呢，即摆呢在头脑内底吼。日本话肯定个专业中国话，啊才讲出来，所以也讲都不打不起了。啊，才发现了，哎，这语言这里了足厉害的，所以影响也足大，环境影响哦。所以我才慢慢安尼想办法来适应这个环境。啊，第一届来这做讲义的时阵嘛是安尼。嘛是用中国语，啊，家己才感觉就嘿不对劲呢，这气氛袂使安尼呢，还是要用台湾话讲啦。啊，就起码就努力啦，努力。我即届吼，即届我1972年吧，72年我伫日本，等来度假时阵，啊，我小弟吼。我一个一寡伊个朋友，讲要甲我做伙食饭啦。哎，甲伊讲日本有人过来咧，在做伙来食餐啦吼。按照做伙啊，啊，我都讲台湾话讲啦吼。啊，我小弟一个朋友，哎，小胖，这个日本人在讲台湾话真好了，而且我拢走腔呀。啊，这还是慢慢啦，哈，慢慢啦呢，恢复这个讲台湾话，啊，即嘛唱迄个台湾歌，哦，爱卡拉 OK 唱台湾歌，啊，发现哦，台湾歌无好唱呢，伊发音也是无好唱，但是哦，台湾歌错啊，会老歌吼，而且正心嘛呢。好像快到了哈，你再大概有啥咪去了不？看我这讲来的有啥咪矛盾哦，还是讲唔对？我其实我在求证啦，大家啦，无搞我反对哦，我就哪有自信哦？我这
开始我就即开始吼，我讲诶，无讲袂使，袂使安尼，和外国人安尼，即种不合理的法规哦存在，害这个啊自然界的浪费这个资源，还感到一寡的大国哦，他能够做到有钱。啊，其实我吼、哦、真正想爱甲大家讲啊吼，我想爱知影讲大家唔知有这信心无？真正有这信心无、嗯？我记得做囡仔的时候，拢会讲讲，讲你这差不多这吼、哦，有一个神在甲你记录你的言行啦，啊，定期向天报告，啊，也要再根据这个。看你要甲你拍落地啊！因为佛教内底，敢那毋是，这个轮回思想、因果报应、轮回，这毋是敢那佛教呢？释迦牟尼他想出来，但是释迦牟尼是印度教出身的啦。哦，而且很奇怪，他那么生活那么好，身份那么高，他还偏偏要出来做乞丐。到处乞食啊，红丢石头，红咩，你知道？嗯，也就是为什么人家，哦，老天就是他的使命，就是要产生这个噶人的独立的，嗯，而且就是佛教上界中心的就是因果报应、轮回。你若无这两项哦，你实在解释不清这个社会现象真济，嗯，啊，所以你讲佛是这觉悟者啦，先觉道的啦吼，嗯，啊，其实吼，我因为到63岁，我才开始吼，敢讲，先公开的讲说有神。其实我以前一直想，一直想，想讲有，但是无讲。但是我63岁开始讲，很公开的。是哪里知道不？我绝对领悟的。你即马吼，全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全部聚集一堂，将全世界最尖端的实验室的器具拿来。好，请你们。给我做出一个细胞，几点了？一个细胞，做得出来吗？没办法了，做不出来。啊，我看到这个人，你懂不？你看，几兆的这个细胞，而且每一个细胞都不一样的，哦，组织不一样，细胞就不一样，它基因就不一样，啊，你看那甲崩落，爸，你就停止了。对吧？让你听听感觉，你若无听感觉吼，你血内底你甲插入，你嘛袂听，你嘛袂去咯，你就伤着你的生命咧，对。啊，你发烧，你袂使感觉哇、哦、发烧，赶快去食药啊！也是生理的，咧保护你的，因为37度、36度高，即体温吼。想盖和这个微生物进去的时候，最容易繁殖。而且温度升到38度以上，这么细菌都一度别繁殖了，都停止繁殖。啊，咱的白血球才开始，个吃吃呢。所以你马上你用我看那降温哦，哎，你给这细菌繁殖的机会啊，你反而不好。所以要让它发烧，发烧一点点哦。因为那打疫苗才是要发烧，这是很轻微的感染，也就是让你产生抗体。所以老天已经给我们很好的这个保护自己生命，反正都是生命了，要保存你个体的生命，你然后你再有下一代的生命。所以咱比我的今后让大家有很好的这个食物。也就是我关联的这个
用农药太多、哦、本土的东西都要所谓的改变，哎，改变人工改良，其实不是，绝大部分都是改恶，啊、哦，有机会我再来谈，哦，安尼呢，我今天就讲到这，哦，多谢大家，爱车各位好玩起立。行嘞，哎，大声请坐，请坐一下吼。咱妇女会会长要宣布一挂代志，啊，大声请坐一下。各位同心，大家好。哎，昨